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中国鉴定王立强的案件风波，让中国创新投资的向心甲江青，在今日透早去北检团去问话。台湾艺人高以翔在中国录影却汹汹死亡，死去原因是心脏血大条血管拍掉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了后，美国总统川普也讲会跟民主抗争者徛做伙。讲到中国间谍王立强案件风波，也让中国创新投资的行政总裁向心甲伊的母囝江青受到牵连，而且透早也阁予北检团去问话，因两个人面对媒体拢无加讲啥。检方也查到讲，因这两个人捌开上亿，伫个信义区买厝租予别人。北检会针对资金的出入会进行调查。中国创新投资行政总裁向心甲伊太太江青加入间谍疑云。检方一十四早起第二摆团访两人，向心阿母寻求强大律师团协助。出席的律师前身是检察官，两人先后被车回维持限制出境出海，真紧坐车离开。检方查出向心阿母开上清洁地线区被护航主体，暗过唔是家己住，而是租人，引起质疑。他们在信义区那个房子是不是所谓的共谍的基地？房屋的资金等等，那个台北地检署他们也按照他们既定的侦查计划在进行查证。向心阿母被王立强指控旗下在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成立，未渗透香港金融市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正告民进党当局唔通滥三思，佮批评民进党就此操作中国介入台湾大选。其实事实很清楚，就是骗子变间谍。这是反华势力炮制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的剧本，而民进党当局和诈骗犯绑在一起，大肆的来进行政治操作，其意图呢是制造所谓的大陆介入台湾地区选举的假象。北京考虑王立强在澳洲寻求政治庇护，可能有向心阿母或者是中国创投公司的犯罪事件，不排除透过政协管道寻求司法互助。指控指控大选特别高啊，向心阿母是不是正是来台湾做间谍活动，都要检方详细追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间谍王立强的案件，伫明年总统大选以前压出来，唔难予拿捏对象。中国国台办也讲，这是民进党的政治操作。不过，总统蔡英文也无咧落软，伫下晡也回击中国，强调讲这是个严重的国家安全事件，是法治国家、民主国家必须爱做的代志，也希望唔通政治化上过头。另外，副手赖清德也强调讲，政府则无在调操作国际议题，特别是中国的间谍。总统蔡英文出席集邮党解散小班的表扬活动，对王立强自称强谍案，唔乃引发哪的攻防。国台办再起国批评民进党利用王立强案政治操作。蔡英文下晡嘛反倒登来批评国台办，哪会只了解台湾的内情？话一顿严肃强调，这是国安事件，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会发动侦查，无希望过度政治化。现在已经进入调查跟侦查的阶段，那我们就让我们的执法单位去调查，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厘清，把真相都能够发掘出来。副手参选人赖清德是为了为参选人郭家如护选，对王立强案和那赢炮轰是民进党的操作，就算当选嘛真见效。赖清德强调，政府无定着操作国际议题，特别是中国的间谍。台湾的政府没有能力啦，去操作国际性的议题，特别是中国的共谍。奉劝国民党不必马上采取立场跟中国一样，不妨等到澳洲政府或者是友邦调查清楚，向国际社会说明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赖清德强调，国民党会当等到澳洲政府调查清楚，甲国际社会讲好清楚，就会当知影王立强到底是毋是间谍。但是一开始就猜出含中国共款的立场，颠倒对国民党不利嘛，无必要。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也去到基隆做事，伊也讲到国军保防安全弹丸局内面被掠起的人该进行，伊也批评讲会被联想起无好迄边。另外，伊也针对着台中火力发电厂拖炭争议，韩国瑜甲张善政也发表伊的意见。
支持者真侪种大声喊口号，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听基层的路途日切到基南，唔呐参加溪边座谈，嘛参观观光工厂，要求选情。针对国军保防安全单元局的宣传相片内底，去用掠起的人外形甲家己真相共。韩国瑜讲，安尼去防受到不好溪边去。宪兵司令部如果要拍马屁，不要拍成这个样子，好吧？如果今天你换成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图形呢？短头发女性，可以吗？我是男性，我也反对啊！今天这种保密防谍，把匪谍弄成韩国瑜的样子，影射性太强。韩国瑜认为，国军应该保持行政中立，也不应该用政治人物来当作是假想的对象，安尼会让人想到不好的所在。啊，那是那也是集中战略，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烧拖拖发电许可量放量的争议，韩国瑜嘛讲，袂当让中部人的气来停规个台湾的能源供应。副手张世杰嘛讲同款的话，批评民进党政府唔通勇敢发电。你不能够让中部人的肺来支撑整个台湾能源，所以民进党政府应该倾听民意，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能源政策，而且漠视公投的结果。WHO 公布说，亚洲国家我们肺癌的这个罹患率是第二名，这是一个警讯。我们政府如果说还在讲说用爱发电，我要给它改一个字，叫用癌发电，用肺癌的癌发电。韩国瑜捌讲过，得民调掉底层的讲法嘛，引起烈焰反击。韩国瑜强调，讲这是一个真趣味的评论，意思是讲有的人迷信阿拉伯数字，认为数字真高，就会当无烦无恼。嘛，讲这三年半以来，民进党离人民的需求是愈来愈远，而且家己上注重的就是民心。记者综合报道。争议真久的日头花国赔案，明仔就是上诉的上尾工。台北市长郭文德在今仔日讲，原则上会上诉，也强调讲无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受伤的民众是因为警察的暴力来造成的。另外，前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的民调，甲其他两组是差真济。宋楚瑜也讲，台湾政治上界悲哀所在，就是大家拢真爱争高变的政治明星。自控自控总统大选出现三强竞争，前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面对民调落跌，拿在后边。为中有为控台湾政治上台悲哀，就是大家拢爱敲世纪名车。坦白讲，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选出了几个超级明星，大家看了非常亮丽，但是对于处理这些事情的经验和历练，坦白讲不过。宋楚瑜烦恼这种现象影响台湾政治甲民族发展，强调台湾政治无论哪里，拢欠华东派甲绿波整合的能力。而近期经过太阳花国会案，台北市长郭文泰第二十八上诉期限进程，表态台北市府原则上会上诉。太阳花学院是这样的哦，这个原则上应该会上诉的。我们整个卷宗读完以后，没有直接的证据说这些人受伤是因为警察的施暴直接造成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们是希望说还是那就没有理由不上诉。郭文泰指出，卡素明开证据，亲像影像录影显示警察有证件都被上诉。郭文泰表态支持警方是不是影响民众党选情，爱国观察。随着大选都要到啊，第三势力拢出招，被争取政党票伫国会占一席之地。记者综合报道。前花莲县长鲍坤奇参选一位，在今仔日成立竞选总部，等于是换拿分裂。面对着这款的情形，对民进党的萧美琴敢会较有利呢？民进党的党主席杜英台下晡伫中常会接受访问时阵，也讲华人的选情爱较拼势咧，也讲那阵萧美琴当选，等于是解决国民党的内部问题。前花莲县长鲍坤奇一十七下晡成立竞选总部，虽然雨落未散，现场依然客满支持者，展现高人气。鲍坤奇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演讲时宣告换拿分裂。我跟这位在这里诚挚的一鞠躬，谢谢所有亲爱的花莲乡亲，在场全部都是伟大的台湾人民。韩国瑜避开选民徛政绩，取消花莲行程。暗谷未少韩国瑜支持者喊出：“挺韩就是挺暴，挺暴就是挺韩。”报纸头版还佫刊出两人合照的竞选广告，拍出正拿选上机会，何国栋提名立委参选人黄启佳有未少的压力。上有乡亲的期待跟托付，中有政党的责任，下有自己的一个抱负，好跟初心，所以。我本身在就是这三者让我在往前走，所以我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面对博坤奇参选，黄启佳一步一脚印继续扫街拜票，争取连任立委。萧美琴是不是可能因为烦恼分裂，情绪较好呢？民进党面对花莲选情表示会阁拍拼，也意有所指。萧美琴若是当选花莲选区的立委，对化解国民党内部问题有帮助。花莲这场选举，无论是对国民党未来的主席的人选，甚至未来他们计划中的，我强调计划中的立法院龙头的人选来看，他们都陷入一个紧张的状态。那民进党现在除了解决我们萧美琴自己委员这个选举的问题之外，如果我们努力一点，我们顺便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问题。不管是这个傅昆萁还是任何人出来挑战，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花莲地方的经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另外，傅昆萁接到七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红路引起变观。警方调查申请人是花莲体育会，用都是亲子活动所进行竞选活动，而且只有申请17暗时的路权，26暗时的红路，会研究是不是要处罚。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昨昏台中市长卢秀燕讲到环保署的公文，要求爱护台中火力发电厂四年减四成拖沓使用量，要有10%的春秋，在今仔日彰化和南投县的县长，以及着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伊拢批评中央。不过经济部处长下晡也讲，10%的抽提是白纸黑字的法令。台中火力发电厂在明年1月2号进前必须要达成减碳四成的目标。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表示，环保署向要求烧炭的发电许可量要搁放零10%，但是只要伊伫咧，就无地通参详。周边的彰化县、南投县的首长嘛，对咧炮打中央。燃煤的部分就影响到我们中部民众的这个呼吸相关的这个引起很多的疾病。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中央不要一味的用他们造进的能源政策来影响到我们中部地区民众的身体健康。再增加10%的话，换句话说，一年再可以增加100万吨的燃煤的量哦，这是非常可怕的嘞。现在我们中部地区这个三个县市死于肺腺癌跟肺癌的比例相当的高。中会四当减碳四成的目标是台中市政市长林佳龙2016年制定，管制青碳自治条例的规定。林佳龙计算的基准是稀释青碳用量，所以是为2100万吨开始减碳。每年中会必须要降到1260万吨，但是卢秀燕是用实际使用量来计算，有较严。每年中会都要降到1104万吨，才有算达到标准。环保署函文，烧炭发电稀释量会当放0%，等于是提醒台中市依法有这款的碳。每年中火烧炭量会当达到1200万吨，嘛拢够符合法规。啊，毋过台中彰化南投三县市的首长将这个新闻看作是民进党在开环保倒车。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嘛批评讲用盐发电。第四，经济部处长詹文兴亲身出面来反击。如他所批评的，用废发电、用癌发电，那我要问。在谁执政的时候燃煤最多？张善政先生，你是忘记了吗？还是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我还是要强调一点，依法行政是政府最基本的要求。詹文兴强调，10%的用温达白纸黑字写在固定污染源设置操作含燃料使用许可证管理办法，已经实施18冬。台中表示，其实中火历年来并无动用到这个10%，中火不断减碳，按算在今年使用量在1300万吨左右，远远低过许可的使用量，每年会朝向1260万吨的目标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5岁的台湾艺人郭以翔，却雄雄死伫中国。伊的经纪公司对外表明讲，伊是伫中国录节目的时阵，却雄雄倒去，经过3点钟的抢救，也是救袂回来。因为中国比台湾更较寒，医师也表示讲，即款雄雄倒落去的情形，有超过70%以上，拢是心脏动脉塌起来镜头。有闯关经济对抗，中国浙江卫视大型的豪华综艺节目《追我吧》，何清开始用人民币打造机关舞台，邀请的来宾除了中国艺人，台湾艺人萧敬腾也捌参加过，甚至讲请来中国奥运国手，啊，不过挑战关卡难度真高，就连运动选手都感觉真吃力。
想不到节目发生意外，日期半暝三点外，节目特别来宾请到台湾艺人高以翔发生熊熊死亡的意外。根据病房又指出，伊当阵召开批评串，唔那一间话讲我袂用一啦，了后就昏倒在地。工作人员叫实施节目效果，后来才发现无声调，传出心脏已经停三分钟。现场的医生紧急做 CPR 送病院抢救，嘛是救袂回来。当地病院最后是宣告新冠性猝死。过来医生表示，七成以上是心肌梗塞所引起的。突然做非常激烈的运动，或是超出你体能所能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能诱发心血管疾病或心肌梗塞的发生。如果一旦发生，尤其越年轻的话，越容易产生所谓猝死的风险。医生强调，低温夜走就算无心血管疾病，但是常常做激烈的运动，容易造成心律不整。发生心脏中风的时阵，那是无需急救，恐惊危害性命。超过三分钟，原则上对心脏、对脑部的缺氧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应该要马上做急救，或许还有机会。高以翔所属的经纪公司发声明告证实，伊伫中国录综艺节目的过程当中，熊熊昏倒，经过即个三点钟的抢救，宣告无效。但是节目制作单位伫事发了后，一直拢无出声，何况又抨击为着收视率无顾及人的生命安全，一直到中昼，才伫官方的微博发声明回释的。另外，方声讲高以翔的妈妈因为是干那代志，无中国签证，卡伫桃园机场，都可以透过海基会这个协助家属。附录的这个紧急相关因应的机制，协助处理各种通关啦、或者代办各种的这个签证事宜哈。目前高以翔的离婚车已经对经纪公司坐飞机去浙江，高以翔的遗体安算伫二八的文登和台北。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南客运的车班客诉表发生有人做手的情形。有人日前向台北市议员陈情，讲台南客运的车班客诉表竟然出现休困甲离职的员工，甚至有司机出面指控讲业者拢无伫咧保养公车，甚至定期检查时阵偷换车牌，被来诈骗检验人员。袂少通勤族平常时也是靠坐公车咧上班上课，按过有台北市议员进前接到陈情指出，台南客运六一二路公车敢若有无照驾驶的情形，透过公文处查核了后，毋若发现有五名司机无有效驾驶的资格，班表人员竟然阁有当天休假以及早就已经离职的员工。议员批评讲，敢讲是有人公车拍走，其副查核全部互人骗去。如果开车的司机要么休假，要么离职，难道这是一辆幽灵公车，见不得人吗？那安尼，阁有已经离职的驾驶出面检举，业者对车辆真少的保养维修，甚至讲偷接部更换车牌，和有问题的车检验过关，阁黑白扣司机的薪水。因为我们六一二它是爬山的路线，这个到时候车子如果真的在山上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或什么样的时候，这危害到真的公共安全，已经有裁处新台币22万的部分。那刚刚有讲到可能违反劳基法那个扣薪，劳基法22条工资未全额给付，还有一例一休的一个部分。对法的部分都是我们下面的人在分层负责处理的。那我知道有一些罚单，还有一些行政的罚款，我知道的。机关要求市府在三个月内通盘检讨公车业者考核和评鉴机制，并且要严格处罚规避的业者，来保障驾驶的劳动权，维护市民坐车的安全。对这点，劳动部回应表示，劳资争议的部分今年已经对业者开罚，后续针对相关的事情会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老李会饭店台北在今年七月时阵熊熊关起来，有参观的消费者说无地套。在今仔日透早，消保会带消费者也出面指控，决定要拍官司。市政府的消保官也强调讲，一定会尽全力协助民众。一直说谎，毫无诚信。来到高雄市议会门口顶前，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带领着民众出面，指控高雄台北饭店四个月前停业以来，原本对外宣称有人要接手，不过实际上却完全无爱关心有要参观的消费者。他一直说谎啊，然后打电话去那个餐厅哈，当初七月的时候，七八月都没有人接听啊，然后就一直拖延，一直拖延啊。手上目前是48张。24000块，现在不晓得怎么办了、有人抢票，阁有48张参卷，说变成是废纸。台湾消保会表示，目前累积申诉的案件已经超过150件，金额差不多是60万。不要在这样的小事上
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为消费者其实人数很多，钱并不多。新台币60万元左右了哈。那我们为了让这个团体诉讼方便提出，所以我们不管这个业者是不是能够主动，我们既有的程序还是进行。市府表示，正在积极联络业者，因为台北虽然有资产，啊，不过即卖已经在拍官司，啊，搁在拍卖定书。台湾消保会表示，为着保障要赶紧取得到这款，呼吁其他各有参观的消费者，12月5号进前到市府消保中心，也是台湾消保会来申诉，做伙来拍官司，向台北来要求赔偿。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在今年9月开始非法营业的高雄大稻文创夜市，因为夜市的声音伤过噪耳，和附近的居民检举，市政府也已经给因发100控制班，这个月20日又把因的水电切掉，想不到业者自己早发电机啊继续做生意，也又跟民众防检举。市政府表示讲，明仔会派人去查，若有人摆摊，就给依上发办。夜市内底灯火点到真光，民众最近翕拍影片，对遮个到娱乐设施，啥物单啊拢有。但即座大稻夜市伫个住宅用地顶管，属于非法经营。20号就已经予市府断水断电，业者煞家己接发电机啊继续经营。油烟大，吼，暗时啊收个物件，叮叮锵锵，吼，啊，迄个要断去只喇叭，我袂开。你事情无要做，因为进行到半暝，油烟甲声音，夜市今年对9月开幕就陆续予住户检举。但是夜市游完一礼拜营业4天，到即马摊贩所有设施拢放伫个现场，无停业的现象。住户怨叹市府无得管，市府27号强调已经罚过5件，总共102万，顶礼拜嘛有搁罚30万。非法这个继续营业的话，我们继续不排除就是将这个商场的这个负责人呢、啊。予以这个移送法办哈，另外就是针对非法经营的这个场域，啊，我们会予以来封闭跟排除。商量公司，看公司开会的结果，真的不清楚。市府表示，拜四夜市营业会阁派人去查，但管理人员讲，是毋是停业爱等高层开会决定。但是甲摊贩之间无登记的合约，那是停业未有欠费赔偿的问题。记者王家川、关键准各项报道。山鸟市偷草茶的情形是节节有诶，为着要解决这款情形，林务局也做一个偷草茶的通报平台——山鸟市雷达站。也在这个月23暗时，有人伫阿里山就发现讲，山鸟市伫咧偷草牛樟，也随用利用这个平台通报，成功抓到山鸟市。山鸟市将倒去的牛樟树锯断。边啊，还有寄来查考加技术股。即个月23暗时，林务局盗草通报平台接到通报，有盗草案件发生。25号林管处警员就甲警方伫通报地点，顺利阻止盗草案件，同时抓到嫌犯。在现场，然后发现歹徒呢正在锯缺这个贵重的林木牛樟，然后发现我们到的时候，他紧急跳脱，然后逃逸无踪。可是也让我们山区里面的我们的这些巡视人员有看到他的脸孔，所以我们经由通报警方，那巡线啊把他抓住。林管处表示，今年4月已经利用手机啊通信软体成立盗草通报平台山鸟市雷达站，只需要扫描 QR code 就能加入群组，接到部落山友的力量监督，相信能让盗草案件愈来愈少。从4月30号到今年截止，那我们总共有收到5次的一个通报。那这5次的通报里面有2次，我们都是人赃俱获的。那其实另外3次，是我们是在演练的时候，然后那个山友以为说是盗伐。这摆被盗草的牛樟树面积有12.99立方公尺。林管处指出，虽然嫌犯表示因为家境困难才行险路，不过确实犯罪事实成立，依原刑依《刑法》第50条相关处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细分明。阿尔巴尼亚在当地时间拜二的时阵发生规模6.4的地震，这也是40年来上界强的地震。附近的城镇加30公里外的首都蒂拉纳，都会当感受到地震的威力。另外，这个地震也造成真侪厝拢崩落来，目前已经有25人死亡，600多人在受伤，恐惊这个伤亡人数会再来增加。
快手伫放起建筑外口清理，也阁真侪人提简单工具，或者是空手伫现场学。阿尔巴尼亚西北部外海当地时间礼拜日透早将近四点，发生规模6.4地震，几啊栋厝倒去，真侪人伫困梦当中惊醒，惊吓逃生。I felt it in my bedroom, went to get my kids, and the door just slammed on me. I've hurt both my arms. This is horrific.这位先生幸运保住一命，暗过不少人受困在厝下土石中，生死不明。这放落去的厝下卡传出十步囡仔哭声，救援人员完了安达，完了想办法将伊救出来。每一摆成功救出生还者的时阵，救灾现场拢响起欢呼甲破声。暗过奥出来是冰冷遗体时，就伫现场的亲人，目屎是流袂离，心拢碎啊。阿尔巴尼亚这场40年来最强的地震，规个巴尔干南部地区拢有感觉。灾情最严重的图曼镇和杜拉索市，随后发生真侪件疑点，其中几啊件规模拢比五较大。一时之间，家破人亡，唔敢踮伫厝内灾民，只好踮伫临时大埔旁。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也到图曼镇慰问灾民和救援人员。政府阁宣布11月支持全国哀悼节。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上善的国家之一。这地震发生了后，附近国家马上伸出援手协助救灾。记者综合报道。10月23日，英国发生一宗冷冻火柜冻死39人的案件，第一批死者遗体第27也运登到越南。越南外交部表示讲，这批遗体会分批送往越南，不过政府也要求本地着真善车的家属要负担遗体的运送费用。在英国，被冷冻火柜车关系的39个越南非法移民，其中16个人的遗体，而且到越南河内内排国际机场，然后由救护车把16个罹难者载回去，因在越南中部三个无共姓的家乡。39个死者有8女性，31个男性，而且年岁上细汉的是2个查甫囡仔，因才15岁娘娘。现场的家属看到遗体全部拢哭到目屎流目屎滴。越南外交部表示，其他遗体已经卖小连锁空运登来越南，啊，不过家属必须付遗体运送的费用。政府讲会提供犹太利率的贷款方案给家属，啊，不过每一区遗体费用要到2200英镑，差不多是新台币85000元。随方进前越南上大的集团要表示，会捐给每一个家庭860元的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26000元。啊，不过对这挂真善者家庭来讲，也是不够。死者家庭大部分拢是掠鱼做食，之前已经付予人口集团真侪钱，予囝儿偷渡去英国。即马人死伫咧国外，阁爱想办法装钱，才会当予遗体送返来故乡。另外，涉案的火柜车司机25岁北爱尔兰男性罗宾森，目前人被关伫咧伦敦蒂贝尔马士加加，如果伊用实行的方式出庭，伊嘛承认讲强暴到三工非法移民已经要到1.5年的时间。另外，伊嘛去用指控39项过失杀人、洗钱等等的罪名。法院伫12月13日第二届庭审。记者综合报道。去年7月，一间日本企业伊藤忠雄司有一个日本的查甫职员，伫中国和中国的国安局用间谍罪给抓起来，而且这个查甫人去和中国的法院用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名，判伊3年的有期徒刑。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了后，是较外民主派的打败建制派。美国总统川普也伫香港结束了后，头一摆讲会和香港的民主抗争者徛做伙。真侪民众就街路游行，大声喊口号。香港观塘、九龙湾、甲中环等等的所在，伫中岛休困的时间，阁有成百人集合，防暴警察嘛伫边啊来戒备。安泰、前泰。就算讲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民主派是也甲真水开，拍败建制派，啊，不过示威行动也是继续伫街路出现。啊，是去予警方包围，要10天的香港理工大学，校方连续第二天派人入去学校内底视察，找出留守的人员。每一次都感到好伤心同埋好痛心，最希望尽快咧就警方可以解封。而每一个嘅小队咧，佢哋都会去到每一个大楼嘅楼层，有我哋嘅实验室咧，都系受到不同程度嘅损坏嘅。香港反送中抗争5个月，唔但影响区议会选举，嘛得到国际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嘛伫咧香港大选过了后，头一次对香港议题表态。
Well, we're with them.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s you know, with President Xi.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a very important deal. It's going very well,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ant to see it go well in Hong Kong. We have human rights standards that we apply all across the world, and Hong Kong is no different. In addition, in Hong Kong, we have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s part of their obligations to maintain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若是美国联邦参众两议伫进程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总统川普感谢来签，蓬佩奥表示未正式立场。若是天主教宗方济各伫咧结束亚洲的行程，拄日本登去罗马会联机面顶，嘛对香港反送中的议题发声。Chiama al dialogo, alla pace, ma non è solo Hong Kong. Sono varie cose che hanno dei problemi che io in questo momento.Non sono capace di valutarli。高总指出，示威的冲突唔仅在香港发生，包括法国、智利、尼加拉瓜等等的国家都有冲突的事件。呼吁爱用对话来创造和平，也希望讲所有有问题的国家都会当得到和平。啊，若是高总嘛，搁一再强调讲，伊爱中国，希望讲会当访问北京。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的抗争，高达已经未半年啊，对香港的经济影响是真大。根据香港政府最新的数据，香港已经是连续两季拢是负成长，这是十年来头摆出现的情形。接下来也要来带恁来看香港经济深入报道。地铁站内底，香港警察伫真近的所在对抗议的民众发射催泪弹。在了7月2日，传出讲有香港警察拒载香港黑道分子穿白衫，在了地铁站内底无差别的攻击乘客，致使真侪人受伤。8月31日，再来发生真严重的警民冲突，旺角区的太子地铁站，防暴警察数量小队冲入去港铁的车厢内底，无差别来拍香港市民。发生了这个7/21事件跟。831事件，在这两件事发生之后，看到的资金就撤离得很快了。9月到现在，6个星期撤离的大概就在港币就是1210，其中有大概是$31走去这个新加坡。最近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香港经济数据，从第二季开始，经济成长率已经减0.5%，第三季的衰退更加大 ，GDP 一季减3.2%，连续两季的负增长，表示香港经济已经开始技术性的衰退。而且原本香港政府8月份预计2019全年经济成长，各勉强会当算是正成长0.1%，啊，不过11月份预计已经转做负增长-1.3%，数字若是真的，香港经济会是全年来第一届大衰退。而且部分民众烦恼香港政府引用禁区法实施禁止货币法，未来为着要扩大压制示威者，禁区法可能会无进步。全球经济自由度相关的香港，无排除会面对外汇管制。转$1去新加坡，1秒就可以了。环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最重要是外汇板块不能够管制。我们担心就是他可能也可以用这个紧急法律。我们的基金不能够自由的出入，很多大陆本来要来买一些什么资产，他就暂时 hold 住，有些比较高风险，我们叫创投那些东西呢，我就可能先不做了。这房子啊，我还没有卖，但是我有一些朋友有卖掉一些卖掉本地的资产是有的。正是小卖店店的服务业，这几个月以来受到香港抗争行动的冲击，营收是减真多。仅仅9月份来香港旅游的人数，甲去年同期比起来，都已经衰退要40%。大部分的饭店、小卖、食肆业者生意拢真歹，失业裁员的问题嘛，接连出现。香港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面对亚洲四小龙内底上差的命运。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在今日公布10月的景气对策信号是18分，分数是连续3个月拢下降，比9月是减1分。景气灯号出现是愈来愈弱的黄蓝灯。虽然我们领先指标还是上扬，可是其实灯号很多项目的表现其实都不是很理想。我们期待后续，因为投资的带动可以带动生产、带动出口，所以我想美中贸易这一类的不确定性，如果可以尽快的有一个尘埃落定的话，我想对全球的经济、对台湾的经济都会是一个好的事情。国发会表示，整体灯号9项指标内面有5项出现不好的蓝灯，包括着工业生产指数、海关出口值、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拢对黄蓝灯落到无好蓝灯。也若是估计指数是由蓝
黄蓝灯转做较有发挥的黄红灯。国发会表示，明年全球经济可能是无讲介好，也必须要过来观察未来发展。中央银行公布两项指标，十月的房贷溢价和建筑溢价是八年来上界悬的。房产业者表示讲，市场开始伫咧变好，大多这三年来厝的买卖转机拢有真侪成长。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讲，这仅仅代表想要买的人对市场有信心，也要买厝的人也搁伫咧看。房中介者带人看厝，新大楼装潢好的样品厝，毛不少人参观。最近不动产的买气敢有变较烧热？中央银行公布两项指标是安尼讲：国营房贷溢价累计有7.3069亿，年增率5.82%；另外建筑贷款溢价是2.367亿，年增率嘛破一成。两项指标拢继续创下八年来的新高。不动产业者金乐观认为，房市豆豆的回温当中。那过去在大家期望它跌价的过程中，它也没有跌那么低。现在的买方呢，慢慢认清这个事实之后，那卖方也认清这个事实，双方不会期待过高的价格，也不会期待过低的价格，也就打底完成之后呢，那慢慢回温当中。观察这三档六都买卖月移转件数，2017年台北市达个月不动产移转件数差不多1500件，今年达个月移转件数已经企稳2000件，其中以新北市交易件数上多，差不多4500件至5000件，达个月移转件数年增率拢有一成以上。但是学者认为，央行公布的数据无法度精准显示房市买盘嘛对咧回温。所以余额的意思就是，他把过去的再加了现在的嘛，他要新的，那当然就一定都在创新高。要真的买方的买单才是房价过高，卖方看好，可是买方未必真的完全的跟进。房地产专家表示，最近小平数的物件占交易量的60%，显示家己大含头一间买较济，搁再加上房贷优惠专案，唔呐限制伫公股银行，私人银行嘛推出弹性搁较大的方案，伫咧租金指数收定在45个月拢起悬之下。租不如买，所以愈来愈侪头一间买厝的人选择要排贷款买厝。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民众常常伫咧怨讲，要往回台北的火车票是真歹拍票。有立委向交通部争取讲，对后个月十日开始，台东的民众会当凭一般旅客伫开放订票前3天，用签名的方式订车票。不过目前仅仅开放3个车班。代替台东站去年出入的旅客人数有200万人次，但是台东的民众常常怨叹讲外人有法度入来，台东人真歹订到车票出去。不过经过立委甲交通部争取，按算下个月17日开始，台东的民众会当伫平常时啊享受到实名制提早定位的福利。台东凭着实名制的车，伫代替两礼拜前开放定位的时阵，搁再提早3天提供台东的民众上网络注文数控八处台北台东、数三一含数控五处台东台北，总共3班的。只要身份证字号开头是 V， 或者是涉及台东以及台东人的一定亲，都会当享受这项福利。如果有病痛，大病要往花莲或是高雄，都需要一定的班车，才比较稳妥当一点。但是朋友嘛，列车一班只干那370个位，推出台东实名制列车了后，敢未去影响到一般旅客定位？有旅客认为只有3班，影响不大。这个不会影响到权益啊，因为这反而是对有需要的人会是最好的。不过目前台铁还未正式公告台东平常时啊实名制列车，但是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的订票作业。那是每年春节连续假期，嘛规划提供台东的民众搁提早10天订票的服务，台铁会做会公告。记者综合报道。石门水库在民国45年开始建造，工程期间有修改过形体，也经过风态考验，也开8天的时间才来完工。石门水库目前也已经超过60岁啊！北水局也设立局书室，把60万件的档案完整保留下来。珍贵的历史影片记录到石门水库民国45年7月开工，由副总统陈诚主持开工典礼，也是头一个由中央政府成立建设委员会执行的水库。历经几大届机关改组，到今仔日的北区水资源局。27局书室开幕，要带大家来见证这段旧建会到北水局超过60年的历史风华。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在仓库里面发现到说。当初设计水库设计的所谓的工程的原图，将近20000张都保留下来。当初有将近有超过10000张的那个工程施工的记录底片。
石门水库的工程用八吨只完工，期间因为发觉有桨坝、溃坝，时间当中转变成坝形，将桨坝改做是土石坝，又过经历格勒里风台严峻的考验。过去这些历史文件自本是冰伫咧仓库内面，经过整理、分析、扫描和加大应用，总算完成六十万件档案建档。透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知道前人的努力；透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知道过去推动计划的艰辛，让我们可以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北水局强调，档案是一个机关发展非常重要的轨迹，建立局书室，展出为石门水库的设计时间到营运历程，也希望展现新生气候，再现风华的下时代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古迹彩绘修复团队也替马来西亚以及古迹文山洞宗祠进行修复。过程当中，上界困难的是除了考量到当地气候因素，也要甲无同款年代彩绘进行分解甲复原，就是要让宗祠的水重新出现伫正人的目睭前。伫咧永吉面顶，彩绘师甲修复团队的负责人正在进行取样分析的工课。好，尤其在显微镜底下，你看这些变质变色。进行科学分析了，该地不同年代彩绘多层面顶做选择，像讲文山洞主厅断流面顶的彩绘，还佫有一幅三国之阵的画作，都五个多层。修复人员爱先去考究伊的技术性，决定讲要甲多一部分敲掉，再佫透过科学分析，来找真钢的还是真外的原料佮矿石混来进行修补。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我们用红外线的方式去拍摄，知道哦，它们上面落款是什么符号，军旗上面去知道它原本的历史故事是什么。知道自己要把哪一层给清出来，这部分的判别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因为它层次很多，每个材料都不一样。都带给台南给带来的，还有台湾的专业彩绘修复师，经过精地调查、科学分析，跟马来西亚槟城区界老大人讨论，再来进行文山洞的修复，总共用要一年的时间。而且这方面的修复技术，在马来西亚槟城当地是真少的。5000多座的文书建筑彩绘拢有同款的问题，啊，若是台湾除了有彩绘修复的技术，科学分析的能力是超过真侪国家。很多不同的年代的这个彩绘的复杂度也很高，所以这个是蛮困难要做实质修复的部分。所以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彩绘修复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有科学检测的这个能量。这是台湾头一次把传统建筑彩绘修复技术都研究分析到彩绘的技术归头进行下国文化资产修复输出，协助推销几个合作案的文化部文资局，未来阁会甲当地进行人才培训的合作，透过国际文化的交流，增加感情，还阁有文化互动。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行医制度超过30年，让人叫伊小二芭比之父的毕加索，伊这个月15日伫挪威来过往，而且以后创办屏东基督教病院甲圣利之家，对台湾无私的奉献、付出的精神，真正是使人感动。今年6月，才甲台湾朋友视讯庆祝93岁生日，挪威籍医师毕加索。毕加索基金会证实，11月15日，伊伫挪威的护理之家过身，享受93岁。我也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管道能够带我去到挪威。那现在毕爸爸走了，其实我觉得是蛮遗憾的。陈秋正是毕加索当年照顾过的小儿麻痹患者。1960年代台湾爆发大量小儿麻痹，无法度去读册，囡仔就是由毕加索伫屏东创立台湾第一个胜利之家安置，而且佫由伊共同创立屏东基督教病院治疗佮复健。不够的时候，他没办法了，他甚至要给病人的药嘛没有办法，病人没有钱的时候，他就唯一的办法就是到药库里面拿来给病人。就是 all free， 就是不要钱的。为了协助散车家庭的病人，毕加索同时将超过家己薪水的医疗费寄伫家己的小店馆。在台湾行医30年，到1984年退休回国，总共帮助过10000多名小儿麻痹病人。伊18岁拄到台湾时，也协助治疗过汉神病加肺痨病人。做礼拜的时候呢，是穿了全身防护衣进去做礼拜的。那毕加索医生进去之后呢？就跟他的太太一样，穿着普通的衣服。毕医师他其实留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跟价值，就是对解决问题的不放弃的决心。所以我们就传承了这样的一个组织价值，我们就开始开展了我们马拉威服务。
毕加索大爱甲重视人权的精神，不止留在台湾。2013年，宾夕成立的毕加索基金会，也伫非洲马拉维协助当地医疗甲教育，以台湾之名扮演国际上的毕加索遗书。记者综合报道。去到美国拍拼的左投选手丹威文，昨确定和迈阿密马丁是球队让出来啊，成为自由的球员。大家也真关心讲未来伊会去倒位。丹威文伫下晡记者会伊也讲，希望会当继续伫大联盟找到机会。17,102球，1064.1局，846个三振，219场的出赛，丹威文共13面顶的几撮数字，是卢比八年以来的所有成果。它毕竟是一个记录，但是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敢若是一个数字，就是一个过程。伊无感觉讲八年要达成即挂纪录有偌尼啊困难。啊，毋过其实伊捌受伤过，嘛拼死做复健。尤其是即个球季大名牛白，头前调整无好势，互伊真艰苦。去互宣布指定留队的时阵，感觉受到打击。后来则感觉讲，这对家己是一件真好的代志，照即种感谢球团生存的心境。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动力。那我觉得这样子至少是让自己可以去看得到未来的东西啊。未来伊会伫倒位？陈伟文认为，目前伊的状况甲能力都真好，日本职棒未是上好的选择。马先生讲，无想要遐尼紧就来认输。我不想要那么快的去低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只要往下走了，我要再往上是更难的一件事情。主要就是只要给我在大联盟那边的舞台。34岁，陈伟文还阁无想要认输，要继续伫咧棒球上悬的境界来争取机会。出来也是正常调整，贷款经纪公司感谢当找到愿意提供大联盟舞台的球队来提供伊春季训练的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近五年，会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变更加亲密。台塑大的研究团队参与各国的研究，结果发现讲，台湾人伫咧23个国家内面，台湾人即款好斗阵近五年的程度，算是排伫第15。若用性别来区分，查甫是比查甫搁较敖，不过共整体比例也搁较悬。上网多找一挂趣味的图文甲影片，休困时间笑笑的，调节生活，麦当增加一点啊幽默感。但是放眼国际来看，台湾人敢那唔是特别幽默。西方的国家里面，他们一直把这个幽默感当成是人性很重要的核心。他们在选总统时，认为说总统一定要有幽默感。20几个国家比较，是在中间稍微偏厚一点。如果能够整个培养幽默感，对国民的身心健康会有帮助。台塑大团队参与下个研究，第23个当中，意大利人幽默的表现上悬，台湾第10个排中后段。各种幽默分组会当增加和别人关系的亲和型、自我提升型，阁有消遣家己来提升甲别人关系的自我变异型，以及消遣别人的攻击型。以性别来看，男性的幽默感比女性较好，但是阁较偏向使用自我提升型和攻击型。女性是亲和型较侪，那是结婚10档以上的翁阿婆，幽默。风格买卡赶快，会使用以牙还牙，而不是逆来顺受的。就是男生还是比较会喜欢用攻击式的部分，而且他们的幽默好像多半会使用互相的幽默，用比较良善，而不是一种比较亏损别人的幽默心态，对他呼吸跟心理健康都比较有帮助。研究团队也发现，普遍让人认为较欠缺幽默感的亚斯伯格症学生，伫咧使用攻击型和自我贬义型幽默方面，和一般学生差不多，并不是无幽默感，只是唔知道要安怎幽默感多啊好，会当经由后天学习改善。未来团队咪结合 AI 建立幽默开讲机器人，希望会当借由相关的活动，降低个人的压力，提升心理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剑桥大厦举办辩论比赛，而且两边人拢用一台 IBM 辩论家计划机器人来做辩论者，表达者反方的想法。而且因辩论的主题拄好好就是人工智慧，是毋是歹的较济过好的。英国剑桥大厦日益举办一场真特别的辩论比赛，辩论主题是人工智慧，敢是歹处大过好处。召唤双方团队都派出由 IBM 公司开发的辩论家计划机器人做出意见陈述。这台机器人过去都捌伫辩论场和人类辩论，但是家己和家己辩论颠倒是头一次。AI will not be able to make a decision that is the morally correct one because morality is unique to humans.
It cannot make moral decisions easily and can lead to disasters. AI will allow to automate repetitive tasks and eliminate human errors. It will be a great advantage as it will free up more time from having to do mundane and repetitive tasks.和过去的准备方式无同，这个机器人并不是对报章杂志文章当中分析整理论点，是由1100多位剑桥大学学生提供不同款的意见和机器人参考。They will have typos that you will usually not see if you collect arguments from newspaper articles. People may try to trick the system, and they may use, you know, wrong and bad grammar. Somehow the system need to be able to.Identify these cases and use only the top quality arguments, which is again a challenge by itself. 正方和反方团队搁再由真人接手，做出反驳和总结，结束这场辩论。It's something unique for the union. I think people came in with an open mind. The fact that a lot of the arguments have been sourced from the people sitting in the audience, I think that went down really well.最后在现场的观众投票选出款红团队名，也就是保证为人工智慧的歹处大过好处。不管是同意也是反对 ，AI 改变人类日常生活，也是无法度逆转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武器加台积电拢受到政治打压，现主席也一群少年人组成一个闭合会乐团，结合北管以及着西洋的现代音乐，要唱少年人的台湾歌。在今仔日暗时十点，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做伙来看因的青春美梦。舞台顶提鼓吹伴奏现代摇滚曲风，随音乐起落，台下观众也听甲入迷。四个少年人组成百合花乐团，是国内少数结合北管音乐用全台语创作的摇滚团体。主唱林奕希因为长期伫线下学习，感觉传统音乐有危机，爱呼呼保存。这个北管南管的物件，其实就咧咱的身躯边。我也感觉讲，无赶紧啊学起来，敢那足可惜的。就是你家己就有宝，你家己就有这个宝贝，啊你就较放弃去啊，对。用传统元素创作。像个算是现代人的生活面貌，北合花乐团想要做的是和台湾的少年辈会使认同台湾歌谣。百花是有现代甲古早的融合，歌内底拢会听到足侪为细汉拢有听到的物件，迄编曲的感觉是足现代的，啊，足有特色的。百花的歌。它比较是玩台语这个语言的音乐，把各种不同的音乐去融合。行军六年的北合花用新旧文化产生的花青，创作出特别的音乐作品。坚持音乐这条路无放弃，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属于新世代的台语歌。记者王义峰、黄文良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1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北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2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印度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日同一时间咱再会。Thank you.